欢迎收看华侨视频台。今天呢，是我们中华服装事业商会，亲子之喜。请我们商会的兄弟们、兄弟姐妹们，大家一起聚一下。还有我们的华二代，祝祖国繁荣昌盛。今天呢是2017年。10月8号，我们在第七届吴会长的带领下，会务越来越成长。云天楼大酒店是举办中式婚宴、各类酒席、商务宴请、亲朋会友的理想场所。云天楼以全新的装潢、喜气洋洋的中式风格、全新的菜式，让您感受别样的风情。欢迎收看华侨视频台。我们中华服装事业商会自从2004年6月份成立的，到至今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。在我们会长团的会员们的互相团结、互相联络感情的之下，我们一直在成长。我们希望呢，以后呢，兄弟们能来新的会址，大家聚一下，互相交流。欢迎大家来新会所坐坐。祝贺法国中华服装事业商会侨亲之喜，在胡仁爱会长的带领下，祝愿会务蓬勃发展。每个人都是一本书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，每个人都会平凡，却有道与众不同，需要静静的品读才能了解。巴黎热恋，非诚勿扰，我在等你。如果想要了解场上男女嘉宾的个人资料和联系方式，现在可以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编辑短信0783389090报名参加巴黎热恋，非诚勿扰。美丽新娘尽在巴黎新浪潮婚纱摄影，婚礼仪式录像，让您做最美的新娘。感谢华裕医生局部顶专家大力支持。